这篇叫做《伟人的眼镜》哦，伟大的人啊，不是刘伟人啊，刘伟人眼镜嗝屁了。嗯，他尸体虽然还常常起来喝酒，你看这边的那个结合是什么？铁丝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够工人了吧？妈，眼镜是用铁丝来接的，你看。哇，这是比甘地还伟大。然后这痕迹是什么？狗咬的，嗯。为什么变这样呢？从那个85楼的工地啊，摔到地下67楼，拿起来也没坏，嗯，只是这边松松而已，换成个铁丝来接，很酷吧？叫什么？刘伟人的眼镜，不是刘伟人的眼镜了，我的眼镜了。